哎呀，这是虾米歌？福建歌。这是虾米颂？福建颂。咦咦，啥事？人人人，你是虾米人？我是福建人，福建袂当艺术人，福建美食这么多，你搞不清的无？要卡罗米，有啥黑名字？你是新卡贝，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想带你去看那个歌啊！我管你是咱出来还是厦门来，让我安徽龙对福建来。这个福建通越看越趣味。说来说去都蛮有道理，笑脸给你那么多问题，你跟我走转对我来气。咦咦，啥事？你是福建人？啊，哎，金大哥，进来进来进来，倒卡手，安怎？倒卡手，什么代志？你无听讲咩？啊啊！我骑棒扫都无人跟我讲。哎呦，无可能咧，大家都在讨论呢。什么事？郑家的女儿怎么样？爱出家啊！啊，你想袂开，爱去出家啊？伊是什么代志？想袂开？哎，不是不是不是出家，是出嫁。啊，出家啦！出家，哎呀，这是艺术啦。掉了，我代志啊！是啦，郑家女儿要出嫁，嘿咻，唔知要嫁去倒位啊！嘿咻，你嫁去倒位啊？我唔知咧，你唔知，我唔知，你唔知，我嘛唔知。啊，你唔知啊？我唔知啊！是福建人，福建人，福建人，啊，你我就有兴趣啦。你唔知我找你去的业主啦，好，行，就爆料啊，行。结婚乃人生大事，虽然时代已经进步，人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但是许多长辈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按照本身籍贯的习俗进行嫁娶仪式，这样老人家才会觉得圆满和得体。不同籍贯的华人在嫁娶时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仪式啊。请问您哦，刚才呀，本地福建人结婚的时候有什么习俗哈？哎，今天呢，我们来参观一个福建新娘啊的过大礼的情况啊。我知你啊，我去过了，跟我的朋友一起哦，拿着红包过关斩将，然后最后迎娶新娘。那个是娶新娘，我讲的过大礼呢，是婚礼前一两个礼拜，准新郎呢带了聘金啊、礼品啊，到准新娘的家去下定。哦，嗯，我朋友没有带我这样去的，所以我不知道有这样子，现在还人还有这样子做。今天就是让你来大开眼界。OK， 开门定 order， 走走。哎，郑先生，恭喜恭喜！你好你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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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终于娶到我了！啊，什么？他是随你的？不是新郎啊，新郎不是啊！哎，姓罗，他欧北贡哦，人家可是准新娘的爸爸嘞。今天过大礼的女方郑家是福建爸爸党，而男方则是海南党。不过出于对亲家的尊重，男方在过大礼时是按照福建人的习俗进行的。现代的人过大礼的仪式虽然已经简化了，但一些必需品还是要准备的。啊，就是准新郎，新郎官嘛，冯先生，冯先生啊，今天呢是你来这个过大礼的好日子啊，你又带了什么东西来吗？啊，我带了一些蛋糕啊，有酒、龙凤竹、猪脚罐，还有四点金，看一下哦，四点金，这个是项链，项链、手环。坠子，还有耳环，四点金，真的24K 的。华人一般是在婚礼的一到两个星期前举行过大礼，过大礼当天，准新郎的近亲会在择定的吉时良辰把礼金和礼品送到准新娘的家里，以征求女方家长的同意。福建人哦，传统的过大礼礼品中会包括礼饼、洋酒、猪脚罐、龙凤竹等。哎。为啥都没有低卡嘞？福建人哦，个低卡叫做塞塞吧，表示父母从小照顾孩子，辛苦的帮孩子塞塞塞了，所以礼品中不能少了猪脚。郑太太验收完毕啊，完全正确。啊，你刷落来要做什么？这叫要还礼啊，还礼，回礼了，回礼，回礼啊！哈，原来福建人结个婚有这么多礼俗哦。女方在受了男方的礼品礼金之后，还需要给男方回礼。哎，那需要回什么呢？
就是把男方给的礼金和礼品还一半回去当做女方的回礼。这礼俗在新马一带很普遍，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实际上已经从原来的形式演变成今天经过改良的简化仪式，以顺应时代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九块九毛九，回礼是999.99。九份呀，9999，恭喜！回大礼结束了，有什么感想吗？过程准备是很多很繁杂，但是一切当完成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开心。开心啊，松一口气啊！有请准新娘郑思韵出场。耶！恭喜！啊，坐这边。哇，快修快修！你是福建人？嗨是日本人的嗨。会不会觉得好像过时了？那为什么还要这种传统？也会吗？这些是讨一个好彩头啊，吉利的象征啊。所以就长辈怎么说怎么做了。对。好，是吗？对，真的吗？是的，是的。好，我们现在用福建话来祝贺这一对准新人。好，来，朱丽郎啊。百年不好，百年好合啊！渣渣新囝，早生贵子啊！对，早生贵子变成渣渣新囝，早生子了，还是掉了，早生贵子没办法直接翻嘛，对不对？哦，我祝你两个幸福美满，甜甜蜜蜜，滴滴滴滴滴滴，你还不是一样这样子翻？对，福建人好像很少这么讲啊。来了，反正叫你两个人哦，事业成功，挂啦！哎，静伦啊，结婚是人生大事啊，结一次婚真的很不容易啊。无咧，真简单咧，你找你的查某朋友吼，去福建人签名，安尼就好了。你傻啦了，傻啦！少年不要想啊，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还牵涉到双方家长。你那些福建人来讲，哇，更加麻烦啦，哇，什么过大礼啦、回礼啦、不安床啦，啊，这拢总袂晓安怎去搞因？啊，你这物件哦，那我要结婚怎么办？哎，放心，今天我来带你找一位结婚专家，也教你安怎搞因。有救！哎，等一下，啊，爱 member 啦，安怎咧？爱 member。哎 ，member 才可以进去啊！走了，进去了啊！耶！早期华人结婚习俗繁多，但双方家中都会有家长或长辈负责打理嫁娶的所有事务，以确保一切遵循传统办得妥妥当当。反观先进社会，人们都讲求便利、快捷和效率，许多繁琐的过程因此能免则免。这么一来，许多传统习俗渐渐的都被遗忘或忽略，因此不少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就得借助婚俗专人的帮忙。你好，彭小姐，你好，你是这间店的负责人哈？是哇，我们刚建兵大兄说你是那个婚俗专家哦，吉利了，哇，还好啊，没问一下，你是结过很多婚，所以才是这样变成专家啊？不是，这个是我家族生意来的哦。他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哪里马来西亚猛男哦？你是结过很多婚哦。这过大礼哦，哎，准备什么物件？第一是要聘金，聘金还有一对锁镯。福建人早期的福建人给的不是礼品，就是给这些贡藤了哈。现在改变都是蛋糕，早期是这些福建糖来的。这边是一定要的了。对，还有两只酒，那两对蜡。蜡烛、龙凤烛，还有猪脚罐、德卡罐，因为感谢他好像养到大，他女方送给人家，意思说分享他嫁你啊。哦，感谢女方的父母，对，把这个新娘养到这么大，够能低卡那个，这上低卡。这是女方的回礼哦，对，这是女方的回礼哈，也不少哈。我按照你这个新布哦，这个叫做子孙桶，子孙桶啊，不是。
不会暖还是那个？不是，这个叫子孙同，他的意思是说孙子孙孙子孙孙进修才好，因为你要子孙同子孙面粉。假如福建人的话哈，他非常重要，他南方他会跟你讨一条这个叫做啊豆围。 婚俗专家彭素贞的父母从1959年开始就经营一个小店铺，售卖婚嫁用的物品。他们因为在乡村长大，所以会说各种方言。那时候，甘榜里经常有人嫁女儿娶媳妇，做久了便熟悉各个籍贯的礼俗。所以现在不管是福建人、潮州人、哈尔滨人，嫁娶需要任何必需品，都会来找他们。 哎，Hello，你好，你好，你好，福建人哦，福建人对，福建人哦，今天就来去这间店是，你那边办喜事哈，娶新妇还是嫁早嫁？嫁早嫁，哦，嫁早嫁，嫁女儿，哦，你太晚了，太晚，哎呀，真慢一步啦，这个福建人的礼数，你人会晓，本身会晓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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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清清菜菜的那种。比赛啦，比赛。是人啦，拜年嘛。好，啊，你个咧恭喜啦，哈，恭喜恭喜哈，所以顺顺利利啊。利是福建人。利是福建人。靖伦。你知影福建人高音吼，上传鱼饼啊，知影，我知影，红菇粿嘛，花粿，还有那个黄梨酥咯。卖乱，卖乱，这是过年耶。哦，我是讲高音结婚。不像哦，不像，叫做老花。老花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站这边不要动，我站远一点。啊，你看就清楚，比较清楚，对不对？老花就是要看比较远。才比较清楚，老猎头了，老花，一罐鱼饼叫老花，米字边一个老花朵的花，哇，那就是我老听了，老听我听错 ，sorry， 你老料啊，老花是什么？老花，老花是种喜饼，现在已经渐渐失传，哎呦啊，那赶快去看一下，这间老字号的饼店叫梁建元饼家，抓你去看来，来。好在福建人的婚俗中，捞花是送礼的一种佳品。捞花的制作历史悠久，民间传说是诸葛亮首创，为刘备迎亲之用。直到现在办婚事的时候，还是有人遵循传统，以捞花、麻捞、花生捞作为订婚喜糖。安怎爱用安尼款呢？哎，是什么意义？是暂时短话，等下捞花是叫做讲啊，一项祝福，祝福叫好，祝福啊，叫好。Then it is 圆满，所以是只有福建人的婚礼才会用的，是不是？福建人用这個，较大粒。啊，你贵大粒吼，啊你爱送几粒咧？这里老花。这得看看恁的心意，看查甫兵啊，查甫兵伊人讲讲，看到阿家阿爷偌济，爱吃命偌济。几粒？kilo 是十二号，算 kilo 的了，哎呦，感情啊，不是用堆来比较，没有，是爱情的分量，用钱来算。所以你那是上卤嘴是卤好的，是不是安尼的意思？对我是啊。对。老鸡啊，来，这个老花安怎做？搞人解说一下吼。老花人是拢个是用，早时是用竹篾，竹篾对做粉，然后过来挑。糯米啦，糯米做这条，然后快大了，过来
两个鸡啊，两个鸡，两个烧肉鸡，要炸，过油炸，过油炸，对，哦，那个鸡料也蓬起来了，慢慢蓬起来，炸起来一条一条之后呢，再来过那个麦芽糖，哦，来外面再撒那个米，哦，炸这个，哦，接下来比赛，哦，一人煮三条，这里，赢的人呢？啊？赢的人啊，门头给了。赢的人这包送给他。嗯，输的人呢，一分钟要吃完他。这个汤汤做啊，哇，阿大粒，比外头个大粒。加肥肉嘞。三条，三条吼，跟三条上顶的吼。看到没有？这么小的一个糯米团，要炸到像这么大，哇，长了差不多十多倍。我有一点怕，油很热，小心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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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加一点加油，加一点热的啊！哦，油油，尽量尽量尽量，打七百，加一点油。哦，刚才你有算？注意他拉七次，拉七百，七百。啊啦，搬家了，肥了，从小学到大学，进步超大了。哇，这个要拿得更快！哎呦，超大料啊，这么的快！哇哇，拉偌久哈？啊，无算讲偌久的啦，是家己看色料的嘢。家己看的啊，无办法讲算偌久的啦。我放一边哦，哇，一条个碎条咧。哦，啊，真碎条咧。金黄金黄色的。再来加五分钟，该使。啊，太早了。太炸了，可以了，要不然就太肿太大了。啊，花做的哦，三条，这三条是你做的哦。姜还是老的辣，是三条过来。这种不用有经验的。为什么？我们这种天才型。哦，天生就一样。哦，看到不？超大料，超大料。啊，完了不？哦，这里色个是标准。你就哦，老多呢，好，超大。人嘛是苏家食要恰恰，恰恰。嗯，好来。哦，比赛的打。无同款呢。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嗯，好，头家你讲，以你几十年的经验。这是我煮，一直一直，什么人煮会较水？都是少年目睭较金，怕有。啊，这就较老火啊！老老了，是谁赢啊？还是年轻的。哇，好水啊，好水啊，我赢啊！哦，这里。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这个金门真的是高的。愿赌服输，快点吃吧，健兵大哥。阿内，一口气啊！啊，几分钟？哎，看表演啊！是，来，我用这个手机来算哦。跟你讲，各位观众朋友，马戏团都不会有这种表演了。今天第一次史上在电视机上面前要呈现给你，一分钟吃完这个通枣糖炸。后背。通做通做 ，ready ready ready， get set。啊，不买了，这样子很残忍啊！买哦，买了，不要这样子，不要加嘞，我加来加，就是加这样，我那里浪费掉。啊，你该提去卖啊？还要卖的啦，一口。对了对了，我赶紧吹，赶紧吹，他没来卖了。一分钟了，吃完你吃不完给我吃啊，我没有那么折二。啊，后边啦，后了后了啊 ，stopwatch ready go。哎呦，健兵大哥，你把饭吃啦，别嫁掉咧！哎，叫冰雹，冰雹，冰雹咧！哦，好，35.7秒。来，真搞了，判了几分钟，吃了。陶哥，陶哥，你没有弄错，我赢嘞！你赢就是另外慰劳，慰劳，慰劳哦。Ready go。哎，静伦弟弟，你年纪轻，咀嚼和消化能力比较强，应该不会输给健兵大哥吧？嗯。好，35秒，什么人赢？你赢，无吞哦。
梁老板说，制作捞花从果干、米干、熬糖到果捞花米，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制作的，过程费时费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顺应现代人的喜好和口味的改变，他们现在也做花生、芝麻和杏仁等口味的捞花，形状有长条形的，也有圆形的。捞花是从我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做，传到现在有第三代。那是周围老辈讲的，伊讲这物件都爱给割掉了，未使个失传这物件啦。因为目前这个工比较多，然后现在也比较少人做，然后人手不足啊。新加坡这阵差不多做这了，我是剩人一斤的啦，哦，别人是应该是无做了啦。目前就是做到我这代，小孩子还小，还不知道他们到时的情形啊。哇，所以我们这个传统，这福建人的传统，一定要再传承下去。对呀、啊，要不然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可以结婚了。嗯，哎，无你咁讲啦，啊，为着老花就卖结婚了，咪失传了嘛。哦，没有老花就玩蛋糕了。哦，但是还是老花糕、老花糕、老花、老花。你是福建人。你是福建人，哎呀，哇，脚酸啊，踢腿啊，哎呦，哇，今仔日哦，我带你来一间三清宫，三清宫，三清宫啊，啊，这个又不用，不是叫宫哦，叫宫，宫，嗯，我是为着你好啊，为着我，哈，我出什么代志？你几岁了？你讲三十岁，搁无女朋友，搁还未结婚，啊？你是爸母的烦恼啊！卖讲啊！这塔吉啊，烧关。我跟你讲，不要紧，我今天就带你来烧吼，来拜这关路月下老人。哎，很灵的。这边新加坡也有拜月老的。有。哎呦。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位道长啊，叫庄道长。假的哦，啊，不是真的哦。什么假的？曾道长啊，庄的。他姓庄，姓庄哦，怎么刚好？他叫唯一，所以这边只有一个道长，也名叫唯一。这间坐落于卧落北四道的三清宫，是供信徒前来祈求姻缘的。传说中的月老，也就是月下老人，是中国神话中专管婚姻的神仙。我们要跟你请教一下啊，是这三清宫的月下老人啊，是新加坡第一间比较正式的这个可以让人家膜拜的这个月下老人。是的，新加坡就是我们这一尊，就是可以算是最大的一尊哦，对，规模比较大的。哇，真的好大。对，我们要求姻缘吗？啊，哎。你看得出是哪位要求姻缘吗？你看得出是你吧？我吗？是两位都错了，是我，是你。好，那会不会很多人来拜啊？好多人啊，真的，好多人，对对对。哇，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嗯，这样看的话是女生多，女生很多，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对，新加坡这个女人啊，很多女人找不到老公啊，是嫁不出去。大概他们都不知道我单身。怎么样拜？怎么拜？佳偶天成。我们按这个月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新加坡人能够早日结婚啊，生子。那么，我们这个月老呢，就是不论宗教、种族，其实很多信徒他们都来这边求这个姻缘呢、啊。你们是找男生还是找女生啊？哎，女生，女生，就到女生这边。好。月老主要呢就是牵线啊，就是说月老手持着那个婚姻册，婚姻册里面呢就是住宅了天下男女的那个婚姻啊，所以就是说他牵了线啊，你们两个就是肯定是夫妻了。哇，哎，道长，这两尊是月老的卡架吗？不是，这两位呢就是和合二仙，和合二仙呢就是结了婚的夫妻，就来这边祈求和合。啊，就是和睦共处啊，就是安保少年啊，安保无甘啦，未甘，未甘，来拜这和合二仙啊。哦，是。好，来，我们回到这边，左手抱住右手，左手抱右手，拜吉印，可以来拜三拜。好，祝你们心想事成。哎，这样子就完成了。对呀。哇，很简单嘛，很简单。我希望我不止灵，而且要快。哇。妈妈想抱孙，有吗？哎，建明大哥，哎，你知影哦，新加坡的八股地哦，
啊，真侪是潮州人做的啊。对啊。你唔听过哦，福建人的排骨汤无？知，我大你三十岁，我袂晓，我戆的啊。啊，你知影你排福建人的排骨汤几多咯？啊？啊，唔知呢咯。我找你来这间啦。Alexandra Food Village， 听讲啊，有一间福建人的排骨汤伫遮。哦。啊，但是咧，我唔知伊摊位伫倒落。你去找看卖啦。我去找卖啦，比赛啦。比赛。什么人哦，较紧找到哦。输的人，输的人卖价啦。啊。赢的人价。会使未？会使。输的人行路啊。哎。OK， 是。在新加坡，肉骨茶大致分为两种：潮州市和福建市。最常见的是潮州肉骨茶，它的汤头颜色较浅，烹调时用很多的胡椒，所以有较重的胡椒味。至于福建肉骨茶，因为用上较多黑酱油来调味，因此汤头颜色较深，而且有较重的药材味。本地经营福建肉骨茶的档口并不多，哎，不知道这对活宝今天的运气如何嘞？这间，同时找到了，但是不输呀，不用紧，不要紧了，我请你吃，好，来，赛，啊，找头家，头家，你好，哇，你好，头家，来，哇，你这间福记排骨汤哈，偌侪年了，大概50年。50年啊！哇，那不能接你老爸啦！哦，我老爸。哇，哎，当初咧就我接手啦。啊，我接手。哎，讲你阿麦二咧，我就无人知道。哦，杨姐，你有讲，你是开的了。嗯。当初是英文治疗的，对，这个位啊，道理。老板陈平华从12岁开始就帮忙父亲在大坡七街卖肉骨茶，从路边摊一路卖到熟食中心，50年来仍然依照父亲传授的秘方烹煮肉骨茶。福建肉骨茶的最大特点就是加入药材，就不知道陈老板用了什么药材嘞。哎，头家，你这是福建人的包骨茶啊？福建人包骨茶有什么特别呢？哎，豆油啦，蒸头啦，哦，啊，同个桂皮啊，哦。咁粗啦，啊有嘅，咱家己制就好啦，啊未使咁。未使讲，讲得了人哋功夫 OK 啊。Recipe 不能讲啊，哎，不是说学了就不会被抢走。啊，你做囡仔迄阵吼，你的老爸卖包骨茶，迄阵是较侪什么款的人来食包骨茶哈？福建人较侪。福建人。啊，做什么工？做苦力。古里，伊啷个登山来，伊啷个登山来，伊啷个登山来，来都古里啊！啊，做古里啊，食包骨汤，伊啷食重的物件，爱出来，啊出来，啊伊啷个爱食的无吧？哦，炸鸡啊，炸鸡是食吧？啊，食饭啊，食饭，你就拉去跟面的啊。哦，我真少食福建人的包骨汤，嗯，较侪潮州人的。假矿来好。根据两位主持人打听到的消息，原来陈老板烹煮时先以蒜头、药材和调味料将肉煮熟后再煮汤的，难怪他们家的肉骨茶肉质酥软，汤头香甜。就不知道要做出好的肉骨茶要学多久呢？你是岁岁喊着欧洲八个地了？无，我穿水袜先。水袜。十二岁才穿水袜，就我的欧。啊，头家无咧学诶，老变啦！你讲你话你做也未学起，功夫你就未一学啊！哇，真衰啊！即唔知你做爱先做先。啊，你水话水偌久？哈哈，你记未？水几年？水话？2-3年啊！你看啦，2-3年大大你咧做啦，唔要。老板也很有耐心啦。一般人洗碗哈沙泥啊，不用3年呐，沙缸我都不打汗呢，就跑掉了哦。我这个手艺哈，我几年才会晓。这个要了解时间啦，唔用物件，用自工自晓的啦。啊，物件啊，你就要家己本身，爱本身家己努力，爱用心啊，用心。多你就做袂好势，你就要也听了，而且多做袂好，香蕉好水啊，香蕉坐了就袂水啊，你讲你，真香蕉啊。
先学切啊，哇，破例啊，将这个福建八骨地的闭关来传落去哈，当为失传啊，为失传，那你囝卖恶哦，你找我的囝，啊不啦，我朋友的囝，啊我朋友的囝，啊不是你，啊不是你的囝，我朋友的囝，八骨地安尼有名，对，不容易啊，他的肉骨茶是到第四代了，第四代，顾客已经到第四代了。曾祖父带他的曾孙来吃啊，所以你觉得很光荣感，很窝心啊，一家人从小吃到大，会不会想你的孩子接你的班，因为啊你坎坷嘛，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这样辛苦？失传是不可能的，他大儿子也这样，他迟早会来学一些功夫啊，他说爸爸的功夫是一流的，他只是吃爸爸的巴克德啊。是怕他30年后才来接轨。他说：“公公的巴骨腿不可以失传掉。”好，就你这一句话，你们这一家福记巴骨腿绝对不能失传哦。对，不能失传。福建人也巴骨腿，好不好？好，谢谢。立起福建人，立起福建人。一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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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早我让家八姑的。是的，像我们吃八姑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哇，你是问题儿童哈，我给你问。八姑的吼，是八姑重要还是的？当然是茶重要啦！你知影你食肉骨哦，但你食会肥呢。你若无啉茶哦，哎，你变都散了，对不对？要不然像你这样肥，我会肥咩？肚子大了，秃秃的啦哈。我问你，你知影这世界上有几种茶不？简单，最主要的有七种。哦，哇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哇，我的气啊！你把你茶死！哎，我还没有讲呢，现在茶蛮 Father's Day。够了啦！我是讲林美茶。林美茶啊！哎，今仔日我带你来一间福建人开的茶庄。茶新村茶庄，哇，老字号哦，老字号，所以老板很老了。不知道，进去就知道。哎，头家有地不？头家。哎，泡茶的员工这样年轻啊，真的。请问一下，就我们简历，头家你地多少啊？头家地。我头家啊。哎。我就是少家，少家，少家，少东啊！哇，你少年了，这么年轻！他刚一直说老赵，老字号，我就要找白头发才是头家。你就是白进火头家，是，第三代，哎，第三代传人。哎呦，好，第四哦，第四代啊，第四，是，厉害。白新春茶庄是由 Hokkien 郎白金欧在1925年创办的，算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茶庄之一。茶庄的铜牛商标一直是优良茶叶的保证。不仅如此，白新春更是新加坡少数仍坚持保留传统制茶和包茶方法的茶庄。哇！咁所以 Hokkien 郎也做茶这行业嘅，基本上真简单。原对咱这个1910年，阮公对阮祖来迄阵，是来到这个南洋这度，是想讲做淡薄。创始人白金欧在1910年，随着母亲从福建远渡重洋，来到石勒坡讨生活。落地生根后，他们母子俩合力将中国茶叶运到新加坡，开始了卖茶的生意。秉着推广茶叶文化和创业的决心，终于让他们做出一番成绩。当时呢，严格来讲，福建人在我们茶商工会里面，我看至少吧，我看有80%有可能都是福建人在茶商工会里面。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福建人本身产乌龙茶，那顺理成章呢，就把老家的一些茶拿来推介。我看这个是相得益彰的。那又有后方的资源，有前方的那个推动，这样的茶在我们新村养了10几户人家，有可能在新加坡养了几千户人家，那在中国搞不好养了几百万的人家，所以茶是一个很有益身心的一些事业。你讲零工，我就想起一条歌了。哎呦，阮阿公阿伯死啊有啊交代哟，叫阮爸笑甲拿来拜。福建这道茶有偌侪种啊？福建的茶有偌侪种啊？哦。武夷山本身，还是算讲，还是算讲福建，咱叫闽北。我据我所知，已经有800多种。
那你也是爱传人安徽啊，或者去嫁起来，我看贾成将应该是不在话下。那你们这个店里面哦，有多少种茶？最贵的是哪一些茶？这间店那边哦，上上下下整百种。哇，最贵呢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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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卖呢？白老板说，这些有五六十年茶龄的老乌龙茶在市面上已经越来越少见，所以只把这些老茶留给会欣赏茶的知音一起共享。做茶叶的行业不容易啊，要学的不单单只是卖茶而已，还得要学会混茶和堆茶，之后还要学怎么烘茶。白老板说，他初入行的时候，师傅只让他搬茶叶，而且一搬就搬了三年，哈，三年后才能碰茶叶哦。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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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皮十五分钟吃饭，半点钟吃饭，伊一日有变包两千包。哇，两千包啊！对，当然你会啉得无高比。包那嘴较甜袂啊？袂啊，伊啊虐待员工。两千包是算咸，伊啊都赶工去煞不止。哇，厉害啊！安尼好，咱来学包茶，咱来比赛，看谁人包得较水。开始，好好好，一人包三包哦。好，三包。你爱啷个做？赢的你吃五十年的老乌龙，输的人呢？输的你吃怪乌龙，怪乌龙，吃不是吃白龙啊！好，来 ，three two one， action， 推进去这边，按下去，下去。好，现在人比较不吃辣，是你不吃辣，掉一下，能包了，啊啊，安紧啊，嗯，哇，这几包的金轮修得很，啊，嗯，有什么人包的？你自己看啦，空杯，谁包的？看，姜还是老的辣。我再做一个真的自己做的，好，自己做的啊，啊，所以前面三个不是你的了，不要，就傻包不是，不要帮忙了。前面三个不纯正啊，不纯正。老哥啊，我们两个是比烂的，看谁比较烂的呀？没有了，哪里比烂？你这个都是模式啊，这个比较像薄饼这样子，这是薄饼啊。是是是，你看，不，你这个薄饼不袂歹。阿尼，哇，有理由的啦，不及格啊。阿尼薄饼这抓，就爱请你人吃啊。怪乌龙，怪啊！第二车你能吃老乌龙，明明吃来，好打成平手了啊！著名不知香吗？我怕人家真的不知道，就打开一点哦，给他闻。烂烂跟更烂，教你一句新成语：烂中有烂，一烂还有一烂烂。你们两个不要说那么多了，赶紧接受惩罚和苦茶吧。哦，刚刚哎呀，起来得动手，这是放黄连是不是？哇，有够苦，比苦龟更加苦。是个男人就要一口喝完，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饮一杯茶啊，知影这茶的历史哦。今天来到这间老茶庄啊，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白新村茶庄传到第四代，人家说富不过三，第四代还做得这么好。对，而且还有可能第五代，可以让我了解到以前后建郎漂洋过海这么辛苦，还把他们的传统的这茶带过来，然后还要懂得分辨几千种，还要自己炒、自己烘焙、包装，什么都很讲究。这主要是后建郎的这里。茶的文化很宝贵的茶文化，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到底妮拉是何方神圣，所有人都要嫁给他。好了，不好笑。其实上一次呢，我们到那个郑家去看那个过大礼那个仪式。今天呢，郑家的女儿呢正式要出嫁了，耶、yeah! ！讲了那么多，建兵大哥你在哪里？没有回音，他真的不来啊。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怕看到那一幕触景伤情，哇，会哭，会在想自己为什么第三春什么时候才会来。哎呦，建兵大哥，哎呦，吉时快要过了，你不结婚的话，不要耽误别人结婚好不好？啊，我先上去了，过了吉时就不好了。今天是郑家女儿郑诗韵和新郎冯成龙的大喜之日。由于女方是 Hokkien 爸爸郎，所以新郎在迎娶的仪式上尽量以 Hokkien 郎的婚俗进行。新郎你好。你好。紧张吗？紧张。多紧张？在那边等的时候就有很都是紧张。是，刚才在等什么？等良辰吉日啊、等他们准备好，等他们准备好，等时间。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大早就准备好了。你准备了些什么？我准备了今天早上来啊，不是媒人婆，媒人婆啊，就是蛋糕跟橙啊，蛋糕跟橙一定要的人是。好，所以兄弟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让我们去抢新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新郎要赢得美人归，就得先通过新娘姐妹们的百般折磨和考验。哈哈，白登最贵白名单嘞！郑诗韵，我爱你。哇，这样就可以开门了。筹到多少钱了？还没数完，还没数完就过关了。喂，接受接受，新娘不在这里呢，我被耍了。难道你把她劫走了？我压力有什么准备吗？好的，我们准备了什么呢？东西呢？等下呢，叔叔呢就要拿雨伞。你何爽安怎爱阿静来用啊？因为他在我们男家呢最大，女家呢最大的叔叔了。新郎过关斩将迎接到新娘后，就得先祭拜祖先，然后女方家中的长辈就得为新娘撑着红伞出门，一路送到新郎家。撑红伞有吉利的寓意，也有为新娘挡灾或辟邪的作用。今天我们家女儿呢多数呢是福建，因为我们福建人嘛，好像蜡烛啊，青苔啊，我们一定是要。最特别的是那个沙龙，那个沙龙我本身是没有听过，不过是跟着大姑的。在我们是到马六甲办那个家庄，连他们都很懂这个 Hokkien culture， 他们说一定要那个沙龙，还有一个那个盒子里面有镜子啊，有那个子孙那个 figuring 啊，那些我们广东我是没有听过，所以那个是要跟着那个 Hokkien 的啊。我们就祝他们恩恩爱爱咯，白头到老咯。还好啊，急不急？我跟你讲，你现在还来得及啊。新娘等下要敬茶啊，仪式要开始啊，还没有回来。新娘去男方家那边，很快就回来了。敬茶，你再晚一点回来，我跟你讲，剩下垃圾给你清理啊。哦，赶得及就好，我也是长辈啊，叫他跟我敬茶。是是是，哎，郑先生，哎，郑先生，你好，你好。现在你女儿回来了，对了。现在是要怎么做啊？好嘞，现在呢，我们拿那个汤圆跟鸡蛋啊，就拿给他们新夫妇。这个呢是早生贵子啊，甜甜蜜蜜。对了，先吃个饱，在我们的家里先。那有谁给他吃？我的姐姐啊，你姐姐啊。不管婚嫁仪式再怎么简化，新人的敬茶仪式是一定要进行的，它代表新人对长辈的尊敬以及家长对新人的疼爱，所以不可以敷衍了事，就别 OK 来，知不？
来，我们代表喵 TV 立喜福建人这个制作单位也献上一个红包啊，把那个红包给他们啊，祝福他们那个百年好合，哎，早生贵子，来来来，谢谢，祝你们天长地久，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谢谢，哇，哦。看了这个爸爸福建的家庭哦，年轻人的婚礼的过程，我觉得很温馨，很甜蜜。哇，这一集真的是喜事连连啊！然后你又带我去找那个月老，哇，刚搞好的未来越来越有希望啊！会不会心痒痒想马上结婚？真的哦，我马上想抱生一个孙子给我妈妈抱一下。你生一个孙子，我你生个孩子，你妈妈抱孙子。啊，那你心会痒吗？我就麻木了，不要再结了。好了，其实年轻人应该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这是我们华人这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懂吗？没错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好，下一期同样时间，喵 TV 加了台，别忘了收看《立喜福建人》。